吃你的刘维。哦哦哦，干！击败，你先上，你先上。好啊，新奇。要拉上台拍照。29 and I find myself wondering what had happened to the last 10. I ran away with my life fast forward, never turned back again.It's kind of funny that the more we pass time, the more we need to set them rewind. And 19 was the year I had to leave you, but now I'm seeing all the signs.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 too sure, but one day.我干、你老师真抽啊！我没钓过这么大的青鳍耶。我的鱼尺已经超过了，我的鱼尺没办法量。没办法，拿回去吃了。哇塞！放回去，等一下就可以再还他了。我在想，到底要不要带回去啊？蒙姐啊！新奇，我以前有吃过。臭臭了。还可以啦，不是，我现在很怕他乱跳，我怎么拍？60，这应该有50、60、70嘞，70了嘞。爆吃，不好吃也是可以吃啊。好了好了，不要了，干！干！我第一次钓到这么大条的青鳍耶！我都快死掉了。去了吗？下去了。有啊。哎、干！他不会动哦。那再捞回来。好不容易他起来了，结果我捞网没有装。对，不走不走，带回去了。我下去了。
前面只有黑点而已。雀雕耶，哎呦，这只感觉不小耶，有四指哦。下去了。还是钓得到啊，就是正常啊，全游洞就是这样啊，你就让它慢慢飘下去啊。这个鱼都躲在石头缝，所以那个饵齁要送进石头缝里。送那个饵齁飘进石头缝，然后你就会看到潮兽冲进去，就可以开枪了。挂底没办法，是风险之一嘛。哦，冲下去了！哦，越来越大了。比较大一点，我靠，我吞钩了，有啊，吃过啊，肉太软了，烂烂的，不是很好吃，但是还可以啦。有这只有比较大一点，还我钩子！你要吃吗？你要不要拿回家吃吃看啊？还我钩子！开枪开太慢，吞进去了。哦，干！又来了！呜！哦，爽歪歪！啊？不好吧？我就想要用捞网啊，这样才有钓鱼的感觉嘛。对不对？这样才有基钓的感觉。基钓就是要出捞网。
这只比较小哎、欸，干吞钩了呢、欸。啊，我知道为什么今天没有鱼了啦。啊，就都是这个欧多麦了。啊，其他鱼都被吓跑了。干，还我钩子！妈的鸟嘴！鸟嘴，还我钩子！